你是主播呀？我就偶尔播一下。你偶尔播一下，你像个鬼一样魔教中的，你是你这个主播怎么当陪玩呢？你兴趣爱好，天天打游戏还不如赚点外快，光当保安也不是个办法。哦，那你当保安呢？当个锤子保安，当保安呢？你是什么活都干？你是？对，我兼职特别多。你兼职很多，你干主播挣钱不？干主播，我也想干主播。我偶尔播一下，不赚钱。不赚钱，不赚钱，那你还播干嘛？偶尔播嘛，就是接单的时候想直播播一下。为什么接单的时候要播呢？开心呀，那样我感觉不是很尴尬。开心啊！你三天之内必得痔疮，你还开心？欺骗我的感情？我以为你是陪玩。感情的保安，我就是陪玩。你陪个锤子，你陪玩。我能看你的照片吗？嗯，这就要给照片了吗？那这把我输了，我给你发；赢了，你给我发，好吧？嗯，好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就这把游戏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这把的话我拿不到，这把我拿不到十个人头，我头都给你。这么自信的吗？嗯。拿不到怎么办？拿不到头就给你了。头给我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不要你的头。你不要我的头。多不好，多不好，你人都没了。那个有句话什么？嗯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可以把你的钱给我，你头就算了吧。你怎么跟个鬼一样，天天钱？那不是你把头给我，你命都没了吗？哦，你满脑子都是钱啊，我服了。哦，你满脑子都是我，我就是钱。不高啊。1.88米。这么高？你多高？我1.86米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好喜欢那种个子高的男孩子。但是我不喜欢你，你气不气？我不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迟早会喜欢上我的。你别搞啊！哎呦，你还会撒娇吗你？哎呦，那你撒个娇呗。就你不可以说我。我就说你。你就是不可以说我的，我就要说你，我还捶你。那你可不可以轻点，不要打脸。不打脸，就比如摸我的脑袋就好了。摸你的脑袋吗？摸你的脑袋。你多高啊？你会学狐狸的语音包吗？不会，怎么办？没有听过狐狸叫吗？有首歌 What the fuck 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能哭给我看一下吗？不能。你是全世界第一直男吧？我不会聊，所以说我会点你啊。我又平时不太会聊天，得罪很多人。嗯，你都得罪过哪些人？就是经常会得罪朋友。你能不能举个例子？哎，这个狗贼。What the fuck you baby forever？ 你还没有举例子，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，就是一句“你这个狗贼”。那我应该喊他什么？我喊他爸爸吗？你刚刚问我有没有对象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是有对象的人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个网咖的网管，我是当网管的，所以说没有对象。我一桶泡面30块钱，你会买吗？不买，没钱。没钱？太穷了。没钱，你跟我打游戏不就有钱了吗？一般的话，我接单子这个时候，老板都会撩一撩我，但是你没有那个反应，我很尴尬。我撩你啊？他在问我有没有对象。你猜一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嗯，是钢筋做的。那你是什么做的呢？跟刚刚讲你一样的话，我应该是水泥做的。你应该是屎做的，应该。讲话阴阳怪气的。你怎么这样讲我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开玩笑。我偶尔会开开玩笑的，因为是职业病。你会不会唱歌？会啊。本来准备等一下给你来个差评的，一星差评。但是刚才听到你说你会唱歌，我再听一下。如果你唱歌你说不好听，我真投诉你了。你还要投诉我？我的天！你们别退啊，这波还没秀操作，怎么就游戏就结束了？你要唱吗？唱歌我听一下。你要点吗？我点，你会唱什么歌？那我给你唱个月牙湾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唱了，让我唱。你唱吧，我给你抱起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姐姐唱歌好不好听，你唱呢？好。开始了。我从大陆看回去，这尽管慢慢好玩具，梦想成功了喜悦，包含了。你没有伴奏啊？我没有伴奏吗？你没有伴奏啊？你那边在自嗨？我清唱啊。
我是在清唱啊。啊，你在清唱呀？你以为？这人有点像魔教中人。刚才我看到有的弹幕说，主播你换人吧，感觉有点像乔碧罗，你有点考。你多大了？问你就是十八。换就是十八，我想给你来个膝盖重锤。你这个人怎么上来就锤我了？因为你不老实。你到底多大了？九七年，22岁了。那你呢？我是哪一年的？我是94年的。那你刚好大我3岁。对呀、啊，大你3岁，喊爸爸。你放的屁是臭的还是没有味道？你怎么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呀、啊？你3天之内必得脚气。你爷爷下去必备知识点点。我刀呢？老板对不起，下次来比心给你免单还不行吗？我正准备拿我的屠龙刀，你这一波保了你一命。这么厉害？你是演员？对，我就是演员。啊、那你叫什么？你演过什么电视剧？我演过什么花千骨啊、仙剑奇侠传啊，什么笑傲江湖啊，都演过，就是演的古装剧比较多一点。这么牛？嗯，还有一些小剧，微电影啥的都拍，太多了我就不说了。这么厉害啊！我看过那个花千骨，我之前特别喜欢看那个张丽颖跟霍建华演的那个，我那段时间特别迷着。你在里面演什么？你这个问到点了，我在里面演什么？我是个替身，我是替身演员。哦，是替身演员啊！啊，替身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演员，但是奈何没有途径，所以说只能当一个从跑龙套开始。感觉我跟你说话，你都不怎么理我。我只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所以你的世界没有我吗？没有，我的世界为什么要有你呢？不是心里有我，你怎么会点到我呢？看心情，随便点的。一定是钢铁直男吧？你妈买车必涨价啊，超级加配。你不喜欢直男吗？我喜欢直男，所以我喜欢你啊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啊。最近网上不是很火那个垃圾分类吗？现在有那个男女垃圾男女分类。你暗示我是垃圾。这是情感分类，我没有暗示你是垃圾。你好像个魔教非主流啊你。